9月9日晚，王源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开学报到的照片，并配文上课，分享开学点滴日常。照片中他背对着镜头，穿着休闲，寸头的发型和大长腿实力强劲。近日王源奔赴美国入学伯克利音乐学院，此文一出，粉丝们都纷纷表示哥哥开学快乐，哥哥加油，伯克利大一新生棒棒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